Hello， 平生老師大家好，係視頻或者係直視直播前嘅觀眾們大家好，我係1511號我叫查俊，大家都可以叫我 Steven。咁其實點解要參加呢個比賽咧？就係、是我一直以來都好中意唱歌嘅。咁其實我喺大學嗰陣時參加過唔少比賽，但係咧成績都係麻麻地。同埋我記得我之前參加過一個大型嘅選秀節目，叫做《快樂男生》。呢個是何樂比較出名的比賽。是啊，你本身是誰？我是江西人。江西人？是。哦，但是現在住在香港。他住在香港，是是是。那快樂男生那時候的成績如何？是成都的100強的。哦，100強，也不錯。但是就覺得，我記得有一個評審老師跟我說，因為他就說要一直堅持下去，那其實你如果喜歡音樂，其實什麼時候、什麼年紀你都可以再參加這些比賽。所以我剛才看到一個報告在這裡，我真的被他鼓勵了很多，就很熟悉。那就是了，你參加了應該要參加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就你今天帶了什麼歌來唱給我們聽？其實我都比較喜歡一些有感情的歌曲的。今天帶來就是佘志軒的《方圓其名》。好。好，其實你得。OK。年轻肯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，责任的人，因为他随时会牺牲，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同意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。你不要等时间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直到你谁都不说容，爱走了还要随你，我宁愿留在你房间记忆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。你揀薛之謙嘅歌咧，同你個聲底同埋你個音域咧好 fit， 你嘅中音、你嘅低音都好悦耳、好入咪。咁你話你中意唱有感情嘅歌，我 feel 到喎，你好投入啊，嗰啲抑揚頓挫都攞得幾舒服啊，好 feel 到你淡淡然滲出嚟嗰啲感情。佢個感情好投入，呢個就係唱歌嘅精髓。你要把一個歌詞想講啲嘢，你係經過你去講出嚟。誒呢個你做得到？我覺得你台風幾好啊，好鬆弛，俾觀眾好舒服嘅感覺。你嘅 chorus 唱得好啲嘅，頭嗰幾句可能緊張啦。咁咧主要咧就係你細心細音細聲細聲拖尾嗰啲位咧。雖然係細聲，但係唔代表冇 support、冇支撐同冇氣嘅。所以可能要有方向，你要繼續去。你嗰啲位有少少停咗咧，跟住啲氣有啲停咗啦，所以就會個聲唔去咯嗰個位。所以如果可以改到前兩句呢啲習慣咧，就會更加好啦。好，好，一定，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多謝。